哎，小叔，快点把遥控器给我，球赛快要开始了。不要，我现在正在看一个好看的节目。有了。小叔，哎，你看着这个怀表。奇怪，到底什么节目这么好看啊？原来是公视13频道的听听看呐、每周六下午4:30就是要看听听看。